我的喉嚨是沒有好過的，即是我一路如果你飆到我或者每吞一口口水或者食物呢，其實我都飆到裡面有些東西，所以有時候我會見到一些不穩定的情況，還有即是我都不知道會幾時才好，其實我都不知道會不會好，總之就是現在我唱歌是就咗，因為有呢一個唔知咩喺喉嚨嗰度嚟唱，所以都唔係我平時咁樣唱歌嘅。但係係咯，但係 the show must go on， 所以我就繼續唱啦。但係而家其實而家咁樣咧，我講嘢同埋吞嘢、飲水咁樣都會有啲嘢咯喺個喉嚨度，所以唔係好似以前咁樣發揮到。但係緊要嘅，我繼續唱，我冇問題嘅。幫你繼續食，我飲嘢。你要升五就上曬，因為今日是藍版嚟嘅，唔好意思。因為我今日試過好多次呢個聲好聽。你講嘢。
想，年年一波坐展柳蜜然回首，可算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趣，如带出曾如孤去，曾如不满，曾如无惧，时而走近，时而远去，还可最后翻翻如画中句，决定我成大多缩水去旅，然后我难遇这双化做悲剧。多谢多得如想。之後想去日本嘅，聽日可能我就去日本。喂，日本先值錢喎，抽咗日本。喂，我俾萬蚊去日本啊！係啊！咩事啊？你抽咗 US dollar 啊嘛，抽入。攞咗幾萬蚊去日本喎。唔好啦，你講呢啲輕快啲喎。